车祸事故现场可以看到黑色轿车整个扭曲变形，引擎盖翘了起来，连右前车头的车轮都快要脱落。挡风玻璃几乎整片裂开，安全气囊因为强烈的撞击力道爆开，而被撞的清扫车左后方只有被撞凹一小块，肇事驾驶自行脱困，身上受了点伤，站在路边讲电话。因为有喝酒，看起来醉醺醺的眼神迷茫。让我们来听听稍早访问。这是在执行公务的，对啊。 事发地点就位于台北市基隆车行地下道。今天凌晨12点左右，这名50九岁的黄姓驾驶与同事聚餐结束后，喝了酒却开车回家，疑似不胜酒力撞上了正在执勤的清扫车。男子只有脸部擦伤，没有大碍，酒测值是高达了0.68，实在夸张，被带回派出所侦讯，讯后被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。